黄金仓库有人来无？黄金仓库现在300块，沙发拢有啊，拢会调。啊，谢谢。六月早，黄金仓库。你初兰啊有人来无？初兰啊，初兰当时用烘的用真的好食，我招食起来卖500块，500块来，这碳烤顶一袋要用烘的就调，一袋烘起来要开200块，加一支冻骨拢无有钱。爱食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500、400、500、500袋、500块啦。二是6袋过来个啦，啊7袋还500啦，8袋500啦。来来来，九袋、10袋，你500块啦，就买500块了。来，头前。是啦，6啦，8啦，10啦，500块啦。来啦，500块啦，青菜啦，一袋500都无买啊，无啦。有没有猫啊？猫啊？没有。系啦，佫有人爱无啦，青菜啦，我看这箱较水无啦。哎呦，这大地才水着啦！2、4、6、6袋回来啦，7袋、8袋、9袋、10袋，搁剩500块啦，500了，等于用行业用真好者，搁剩500块，500，无人爱啦，500，有上地就袂当买300，有人爱袂啦，300块啦，4袋、6袋、300块了。光你这样485算少了，礼拜二700。有人爱袂啦，买300块，有人爱袂啦，4袋、5袋回来，6袋回来，300块，6片300块，300了，300块有人爱无？300块，300块，好嘞，无你讲就先讲嘞，较紧嘞。肉只来遐。要正的，迄只。好，正的拢正的，阮家鱼仔拢正的，阮家无咸，拄仔咸鱼仔油啊。哦，来。来，好肉只来。这正的现捞的啦，有食拢我哩啊，即几盘拢我哩啊，上歹啦，200了啦。哎呀，阿爸，我来接了。好啦，阿爸，我来。阿爸，我来。来200块啦，比这宝贝能发了啦。还没走呢哈。哇，一个现在200块了，200块了。哎。哎，爸，这个现在200块，现在200块，200。爸，伊个拢有啊，遐。爸，这个拢有买着啊，遐，200块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嘞，感谢您，拢买着好嘞。哎呀，安尼好嘞，搁要食啥？讲来。有小枝花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小枝花枝没有。没有蟹味棒。蟹味棒有一包300块。哎，三八。黄金鱼块。黄金鱼块，想要食？想要食黄金鱼块来两个250。250。这边这个会放。谢谢。最好解蟹味棒香还300块，啊250，最后一个没有了。还有石目鱼肚啊？没有。来，放这里就好。还最后一包香麦300，蟹味棒。好的。头前结。来头前结300块。哇，好。我要一份。哇，一点多钱。无啊，来250。这边。这边结。还够有人来无？这黄金一块一包，现在130，130，剩一包了无？八三，我说什么？说得很帅。125。有吗？我说什么说的？八零啊，80买，80较上啊哩，80。给我好了啦。哎，拢会。装帅个大头带你走。来好了，你先进讲来。啊，鹅啊，吼。蚵仔来啊！蚵仔这3包拢我哩，好不好？蚵仔挂水落去冰，会使冰一摆哦。门面咱用冰下口，但挂水冰咧冰一摆，3包拢起来，3包哩，1包100块啦，大包的唔细包。谢谢。共和路下个礼拜。哎，我现在300块，下个礼拜回到共和路那边吗？300够两下，300块，300伤济，就买买200，200。安那啦，伤济啊！不要紧啦，就买就买啊，你买个伤济啊啦。来，佫剩200块啊，200块来，来啦，200块啦。佫剩来200块，200的，蚵仔佫剩200块啦，200块蚵仔。买200啦，买一包，买3包变200，买一包，等下一包也嫌伤济，唔拢会卖100包。哎，无啦，200啦。尻川顶个嘛安尼讲，顶个嘛安尼讲，结果嘛是搁剩几啊千出来。够人爱无啦？顶个甲你买3000几块嘞。哎，有人要买100无啦？
紧的啦，无人来啊，无人来。我再一抓等你。过来。阿珍，你拄下在买啥物用品？无啦，伊顶抓拢夹规箱，你袂记得吗？伊讲拄食呢。有，伊拄只徛这边，有啊有啊。五包啊，五包迄落啥物？哎，二两下来，二两最后一个啦，无啊啦。不会摇，不会摇，不会摇，要去金摇。金摇，嗯。芭比的那个纸巾。来了，跟我一声来了，我凊彩了，做定我袂卖啦，做定我袂卖啦，做定是我物件，我先袂卖啦，袂卖应该收啊啦，差不多啦，这肉伊想卖啦。金毛肉，这大只的，大只水的啦，大只水，这一尾一斤的，我一斤卖百八，一斤百八百五，你穿啦，一尾穿起来要用开了，一尾要抬，一尾百五，两尾三百啦，你三尾三百块，先卖三百的，五亿啦，五亿啦，五亿现在三百的，三百块，哎呀，一尾过完啦，过来啦，三百了啦，金毛肉先卖三百块，三百块啦，要死我，真的倒看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啦，来啦。哎，你讲啦，到底头下买一箱，搁十五亿啊！我一件起来，搁剩300块，300块，300卖啊！是买60块了，无人卖。你讲你买一箱？你拄仔毋是买一箱落去？系啊，十六号，300块来这边啦。是买60块落去，我要吃。来，我这边啦。来，搁剩啦。你在哪一家店看过我？来，搁剩啦，300块啦，四只、五只、300啦，300块，是买60块，是买剩60落去来走一箱。来，搁剩，300，搁剩300块。没人来，好啊 ，OK 好啊。我今天也没有女朋友、哦。来了 ，OK， 下来了，无啊，接人给你。欢迎拨打以下报名的。我来接人给你。无第二句话哦，无挂你。来。过来，哦，肉鱼也袂贵啊。OK。哦，肉鱼也袂贵啊。这鱼咯，七星如春，只拢有啊。这哦，七星啊，这只海螺，你也看卖有水无水？这鱼啊，这鱼哦，水无水？这啊，卖讲我只尾干那要抬无好钱，只尾抬起鱼啊，两尾开偌济？一尾鱼啊，两尾500，三尾开700，700的。买鱼啊，搁等等。好啦，你要也抬了啊？不爱啊。来，现在这三尾现在啦，这三尾现在啦，来。500唔免啦，哎呀，实在。前尾三，我先招两个人去啦，300了啦，300块啦，落去啦，这三尾300块，300，两十哦，有食袂了买两尾200块，200，够人爱无？买两尾200块，200块，这两尾过来200够人爱无？200块，200块，无人爱说谢感谢你，爱无你叫一声，高母鸭好无？高母锁，高母锁有人会晓食无啦？爱食高母锁，较紧的，我招一人去，春节拢无啊嘛。台股有人来无啦？你一尾我台价，一尾台价120啊，你两尾、三尾、四尾拢会，这五尾又来啦，唔免300啦，200块了，200块了。到尾收股有人来无啦？大只、细只，台股现在200块了。无啊，这边无啊。来啦，剩几只啦？40块啦，40块啦。来，泡椒嘛袂贵啊。虾仁有人买来无？虾仁、虾仁啦，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有人来无？虾仁拢有来了啦。买300块、300块虾仁有人来无？300块，300咧，300虾仁，虾仁白黄鱼。你家老太屌。来，来咯。哟，我准备大家跟你讲一场那个小道理，你敢有法带来？白鱼啦，鲍鱼够人来无？200块尔，鲍鱼拢有啊。
姜肉咯，姜肉咯，他要吐，不要火。吐了。他过去的。过两百元吧，第二个两包250。要找吗？不要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就请。鳟鱼包，鳟鱼包。鱼皮，鱼皮，鱼皮，我买只鱼皮。200块一盒，两盒三盒，200了，200块。石目鱼皮，鱼皮有两个无？无珍珠石斑香白啦。这一尾卖80，3尾卖200。我看咧。哦，一两三四五六。六只，九只，十只，十一只，拢来现在一个人去咧，500了，拢来500块，一尾剩50块。共和路那边，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回去共和路那边。哎，这样那种，你几乎500，都500。哎，吃不掉的嘞，200块，200块。哇，今天客人怎么这么早就？我这边就先讲。来这金龙出价了，不贵啦，金龙请来啦，家人去啦。圆环菜市场入口进去50公尺。三金，你现在从哪里出发啊？哎，各位就先进来。北大爷啊，北大爷。来这，哎，各位，各位能挂三位500了。共和路11号，共和路11号。一家能挂三家500。会去鹿港吗？不会。能挂过三家500。不会去鹿港。好不好？哦，对，一个现在第三位了，一个现在500块。来，有奖金打，下个礼拜开始。站起来过来，要回去哪个地方？过来啊！再来。我们第三位吧。我们一个就先进来，进攻。哎呀，我来收啊！阿妹，我收。几点嘛？一未九点。咩鞋啊？咁咩鞋啊？够啦。咩鞋啊？我就唔拎齐啊！咩鞋啊？恭喜黄慧珠第一个，100公你老师也为了第一个发对，得到我的飞吻一个。啊，你看冰箱都会夹过啊，看冰箱都会夹过位啊。今日在那边住在钓王街遐遐食。什么啦？看冰箱都会吃啊。啥哩？啥哩？这样怎么也夹了个钱啊？我知影你听无咧讲啥。啊，你这细只偌济？你拢去500咧？这拢去啊？对啦。啊，这500，啊这拢去500，多1000啊。袂啦，伤济。这啥物鱼啊？这石斑啦。这细只个。这只又不是石斑，袂使啦，先免走啦，紧嘞，紧嘞。家门看袂无，我著搁抬呢，我著搁抬呢。这要摕去阿里山的呢。我听到无要摕去阿里山的啦。中我你啊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免谈啦，阿爷。我搁搁抬呢哦。无要紧啊，动运动啊，动运动啊。会啦，无运动。我前前礼拜开20几只，五十几只还好尔，你是？你鱼包你爱无？哇，你买上万啦！海瓜子100，100。不会，我上千好多。吃你好。吃，要吃不吃呀呢？
这问的在座的，恁买啥物？想要食啥？星星什么东西？刚讲我金龟。我讲我哪收的？天盖甲你买肉一千。我后来在头六吃了什么？随便吃啊，会吃饱就好了。要准备个剩五十，你就赚钱了啦。准备剩五十。哎呀，准备五十块，伊你就赚钱。在伊里吃的啦。你用大车啊，你呢？来，各位阿姐，各位乡亲，哎，你问坐，你买车，我来跟你讲。这五位车的，这两位上车买几多车？这两位一百块的。哎，你用大车搞无啦？有啦。来咯。我搞不会。上高吧。来。哎呀呀呀！看看的啦，跳到那边去打那个。好吧，可以。哎，我就想。好，不带伊无。就关于这个，我就去吃了鱿鱼羹，没有，这样得了。你当初我再发是偌济啊？两百块。再见，拜拜。我爱吃鸡翅，而且两百。你说什么秘密啊？我听不懂。你今日上班？上班开始发啊！有一挂人等，袂等的就先走啊！没有。你在干？啊，我你嘛做边的？你外口就是安尼话，你这人嘛走就过来。系啊。啊，若是菜市啊，起价嘛够人。如果正系伫菜市，我做啊侪点。有啦，拄开始养尊啦，啊，咱就你着排，咱就住咧开讲啊。吓，啊，就起价外国人，你买你排你只着无，我即来只无人，你起也着无人。安哥，你咧想咧？哦，你买恁搬到边？嘿嘿，我搬到边。原来恁所在是？对对对，你会知啊？大王庙鱼啊，老婆。大王庙鱼啊。地瓜沙啦，好啦。地瓜沙。Chris 帮我回应的比较快，哇，睡。啊，无你这都是一个好处啊，人啊大量在买，速进的啊，快进快出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上来你爱载，你爱载一两台啊，堵车去遐啦。因为你载过有人少吼，人都较愿意啊。啊，无敢搬就搬死啊！还有那个之前在那个共和路，我们这样子曾经这样子剩下的摆着，然后聊天聊到十一点才结束。高点。哎呦！一分五百，好吧，好吧，嗯，好啦。你能比较久？哎呀，我也辛苦，吃不了冰凉的。
讲我贴补买皮肤。哎，还有这个。斗六在什么时候？星期二，每个星期二斗六是爱国街108号。也是五百的，无问无在的。二十八号啦，好。哎，阿王啊，你今天到底是几箱啊？一共是十嘛。好啊。两箱。好几箱。一箱还是六箱而已啊？一箱两箱啊。如果等一下就要收了，我弄一弄回去。哎，我赶得上回去吃乌马哦。糖雨要卖钱。够。放一点点吧。八。哎，今天比较不冷。哎，今天有比较不冷，昨天比较冷。你好，哥。哎，五百两百七百。好。你要帮我提点咯，好。好好的，慢点啊。好。今天有您老爸的支援，足紧的。你干嘛有听骂人？嗯。听哪边？咱阿弟啊，我。不会啊，今天这边不会很冷。嘉义的天气没有很冷。没有风了，没有风就不会很冷。我打，你肯欠我吗？哎，好，再去吧。等一下应该赶得上回去台中，跟那个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吃乌马。乌马烧肉。老板，你约过吗？没有。拜六，拜六看卖沙白鱼多无？还有海带呀？哎，海菜啦！你海菜人讲要规箱的啊。对啊，海龙王今日小帮手。没有码头鱼啊。码头今天没有。那什么花餐有没有？花餐卖完了。依然拉面，依然拉面不用排，我就干嘛去排依然拉面？这个是。去日本吃随便都不用排。我去日本吃的时候连排都不用排。还有没有白沙？白沙卖了。可是要讲多久啦？买这个好了。谁家？冰酒。那个盒子的干杯那个。今天卖完了，干杯都卖完了。
要不要再买一买？这里五只再给你300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太多。不会的。都跑去上班了，谢谢你。上班族都跑去上班了。很多没在哪。好，差不多。对呀，对。这一条多少？提出来看一下啦。1300。有沙吗？没有。沙一千五。啊？有沙一千五。你帮我拿两条。有讯息给我哦，有问我还有没有鲑鱼的那个。他们夏天只在夏天的啊。对，夏天喜欢回去冻河路那边。可以帮我用那个吗？保温的。也要保利用。帮我加冰块哈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看你要什么、啊，因为现在就是这些。对。哦，哪一间哦？没关系，不管哪一间我都跑过。今天这个时间点，我就不买玉香屋了。